妹妹背着洋娃娃，妹妹妹妹哥哥。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희미한시간속저끝에빛이보여기억사이를돌고돌아그빛을따라마주무르는사이나의가슴속깊숙이새겨진너를기억하고있어안여준이아름다운빛 Oh it's so beautiful, beautiful 널향해부르던노래가 So beautiful, beautiful 마치운명같이들려와하얗게도찰나그빛으로물들어가 Oh 가슴떨리는숨느껴져니온기가눈감으면난시간을맴돌아또다시끝이없는너와나의이야기를기억해Always remember you, remember you 나를비추던그작은빛 Remember you, remember you 마치기적같이돌아와 Oh it's so beautiful 멈출수없는이유 Oh 설레던마음도손끝에그떨림도그리워기억을되뇌어이새벽그자랑내게닿길간절히기도해밤새그려본우리소중한이야기를난기억해아침네오는소리에깨어난너를위한기도가새벽이거를비추는그리운꿈처럼만화되어너로가득해가슴터지게세상그누구날비추는 star, yeah 모두가잠든밤이밤에기다림에지쳐참지못한꿈의조각기억그자라단한순간도놓지못해날감싸던그숨결今天你美丽吗？2:11，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啊。你好，我是玛丽。今天你美丽吗？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今天来到星期四第一个小时呢，欢迎你跟我们聊聊天啊，一样是开春的第一周。第二个小时呢，则是我们的美眉爱漂亮的时间，可以跟你、跟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美、关于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强。更聪明的方法아주오래된소설을꺼내요처음부터다시읽어본얘기가왜다르게느껴지는지때묻은첫장을넘겨거장속의주민공그들처럼우리기억에다시써볼까해 I'm not afraid to die.
알고 있던 시간은 여전해 작은 먼지 쌓인 나의 책상에 한 줄 한 줄 써 내려가는 얘기가 너에게 또 읽혀질런지 구겨진 기억을 꺼내 이젠 조금 바랜 너의 사진도 아직 여전히 연인인 듯한데 조금씩 더 길어진 저녁 그림자에도 발걸음이 멈추게 하는 건 너뿐이었단 걸 낡은 연애 소설의 가장 첫 장에 그저 기는 그 이름 낡은 연애 소설의 가장 첫 페이지에 너의 이름을 빌렸음 눈물이 나도록 또 평범했던 나 너 하나만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龟贤的 Love Story。 我们听到这首歌开始想要互道晚安了，好像节目要结束的这种感觉啊，一种 你可以说冬日的氛围嘛。哎、欸，我要听这首歌啊。怎样，我那个礼拜四等很久了、欸、我找给你哦、喔、不会是崔雄的吧？我还有截图哦、喔、这个都韩文字我看不懂，说 BB 里面那首不会是崔雄的吧？你就是找原声带里面，然后 BB 唱的这两个韩文字呢，有点像一个，哇哇哇哇！我要形容韩文字形容不出来，很难。它是哦，那个音发音就应该叫 BB， 但歌名我是完全丑奴男哦什么懂懂，我是完全不会念的。然后第一个字可能很像圈圈，然后下面一个 T， 然后第二个字是有一个二旁边也站了一个一。第三个字是一个有点像一个七，弯弯的七，旁边有个谱字，是那首歌吗？ Maybe if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自己非英文的怎么讲啊，就是我们的假设我们的母语是非英文、嗯、然后你想要做全球市场的话会遇到一个问题、嗯、就是怎么样显示你的歌名呢、嗯、因为其实在 Spotify 上面它是全部翻成英文的、哦、所以你其实找 Maybe If 就可以找到，可是如果你在你的 Apple Podcast 上是那个样子、嗯、那等于是阻绝了全球其他去搜寻它的那个，对啊。 Between you and me It never seems to disappear Out of tonight at my door No만약에 우리 우연히 다시 또 만난다면 만약에 내가 널 위해 조금 달라진다면 우리가 헤어져야만 했던
다른 기억의 조각들 하지만 꼭 닮은 그리움의 마음들은 Only if you, if you come The distance between you and me It never seems to disappear 멈춰버린 우리 추억과 너 怎么样？是不是 dreams come true 呢？是的，原来那两个我刚刚形容的韩文就是우리哦，我们对우리什么后面大家都不知道了，우리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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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우리우리，开出了真有条件的五马力，在情人节前夕，现在剩几天？剩四天，所以我要把崔雄写下来，就是找得到崔雄吗？强力征求台湾崔雄。我听起来有够像保育类动物啊！哎，这个，因为吴玛丽她不跟外国人士交往，她不跟西方人交往，嗯，但是日本人可以哦，日本崔雄也可以哦，台湾崔雄，日本崔雄，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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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会不会太像韩剧业配啊？哦，我才担心我现在在讲Tinder很像Tinder业配嘞。0223639955，嗨，你好。Hello， 你们好，我是王欸。嗨，老王。Hey， 我要说说我今年过年刮刮乐有点走火入魔的故事。哦，你花了多少钱？花了，我不太确定，反正20000上下。就是我往年就因为我平常不会刮，我只有过年才会刮，往年没有刮这么凶，只是今年就是我老婆就是在看农场文看到了那种类似什么刮刮乐的攻略，哇，对，拜托，好可怕哦。然后就是我也只是半信半疑，想说就是因为我都只刮2000块，那个其他的我不会刮，我就刮2000，然后他就讲说因为2000就是一本就18张，然后你就是假设你的2号好了，假设2号共估，我有点忘了，反正就那一号共估前后就一定会中奖。然后我就半信半疑，我就是某一天就刮了，结果就第一张共估，第二张中了10000，我说哎呦好像不错哦，然后反正就应该收手啦。那一天对我那天就没刮多少，我就差不多赚了5000，我就收手了。然后结果就想说最后一天我就是来刮刮看，结果就是试试看，就前前后后一直刮一直刮，我连就是反正我也忘记我钱包里有多少钱，反正我钱包里面刮完，然后我就是全部共估总共3张吧。然后我应该就刮了10张，等于说就20000。然后就那老板娘就是看我好像太衰太可怜了，那老板娘不知道哪来的佛心，就跟我讲说，因为一整本18张里面一定会有2张5000的，5000以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因为我剩好像8张，剩8张，然后
你要不要全部买？然后你就这样是看你可怜吗？这样是他想赚更多吧？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他就是说，因为还有两张五千以上嘛，那你就是照顺序刮啊。假如你就是刮到那两张五千，后面就停手。OK， 对，然后就他就还就是退钱给我这样。哈，什么意思？退钱给你？就是假设我剩八张嘛，那我可能刮到第五张，那两张五千都刮出来，那后面剩三张就不要刮，就是还给他退钱给我这样。OK， 他就退两千块，一共退六千给你这样子。对对对，反正对，然后我就考虑了一下，就好就去对面领钱。这个老板娘是不是会做生意？是吧？就还不错，应该是很会做生意。反正我就最后就是还是拿回了三千，就是那八张就是挂下来，我就是拿回了三千这样。OK， 就是你丢了，丢了一万七，一万六，然后就是中了拿回三千，就是扣掉一万，扣掉本钱呐、扣掉本钱一万六，就是还拿回三千这样。对对对，就是啊。这次走火入魔，就是往年没刮这么凶，就不小心就是上瘾了，心太坚强，我真的上瘾了。台彩写手其实这么认真的写这些文，他们也拿不到这些钱，哎，真是有点可惜啊。对，反正就是那些开彩券行的，就是赚翻了这样。对，就这么样了，再会。再会了，老王，拜拜。拜拜。You got me feeling like you. Yeah. I don't want you to know. Take it, get shit, and girl. No, it'll let the sun. Get you, Jack, and make it as a. Oh, dear, but I won't end you, gum, gum, eh. Yeah. I want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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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cheese, ma. And I know, yeah, know, yeah, know, I'm not, yeah, nah. Yeah. A moment of girls in a non-getting on, I'll be your kiss.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yeah, yeah, yeah. 내 배는 attitude 잠을 줄 아는 자세 No I love you too 식상한 멘트와 함께 우리가 모르두 매일 하고 싶어 노화는 모르두 내 갤러리 오지 갈라테야 고독한 눈빛도 어찌 아름다운가 피와 살 느껴버렸다 살며시 허리 좀 부여잡아 I want you, want you, want you, want you 이대로 와 And I know, yeah, know, yeah, know 원하잖아 Yeah 담은 순간 내 touch 다급해진 숨결 이제 숨길 수 없어 내가 이끄는 대로 움직여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You got it You got it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You got it You got it술과 빛으로 잠긴 다음 본 적 있는 꿈의 밤 온몸에 붉은 빛이 돌아 더 짙게 blue love is like a bomb 껌처럼 붙어라 kiss and hug 헛돌지 않아 더 뜨거워지지 내 속 안에 너를 세운 눈빛에 너를 가득 담을게 Me and you 꽉 참아 Got me feeling like I got it She got it Yeah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You got it She got it Yeah两点半，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我是玛丽。那么在过年开春之后呢？过年你今年是有刮刮刮乐的人吗？
我没有哎、欸，我连彩券行都没有走进去。你以前我记得有一阵子是会刮刮刮乐的啊。就是哇，那很多年前在夜光奶奶还在电台的时候、欸，哎、哦，就电台还会你知道行军一起，大家一起去买，一二然后跳，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一个如此乐观的人，嗯，才会就是有发财梦，大家才会被感染，以悲观居多吗？就是现在大家应该就已经知道这些，哎呀，那期望值是负的事情，不要去做了吧。在大家已经不想做的时候，偏偏有一个人在新的一年，他开始每次都会买彩券哦。谁呀、啊？这么白痴？你。他很坚持哎、欸，他大乐透一定会去买，目前没有 miss 过。嘿，嗯，哎、欸，没有，有 miss 掉，因为春节过年的时候，对对对，因为春节加码变成天天开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好像有 miss 掉一天还两天，嗯，就没想到啊，我这会不会那一期就开我的号码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做了一次的台湾彩券的 Podcast 节目之后，他掌握了一些神秘的彩券密码，所以他就是在那个工作结束之后，立志就是要开始买彩券。是啊，是啊，是啊，我没有掌握到任何密码，我只是觉得就是买一下吧，可以一种感觉，一种灵媒式的，嗯，就是这个东西要怎么讲呢？就如果今天我赚的还是十年前的薪水的话，那我肯定是不会买的，因为我那这样买彩券占我的生活支出比例会变得太大。哼，但如果现在的我就觉得哦，就是花一点钱做公益很好啊，哇，做公益很棒的，小小小小小到不行的钱，有没有？到一块钱也是钱，没有小到不行，嗯、只是。现在变得是有余裕做这件事情。我昨天在车上跟他说，哎、欸，那你是会中100万、100万富翁吗？他差点在车上乒乒乓乓跟我吵架，失控，因为我没有用亿万富翁称呼他。嗨，像你们这种小鼻子小眼睛哦，想百万。你不要在那边干扰我磁场好不好？我是亿万头奖得主哎、欸，烦哦、喔！逼我骂你嘛？怎样？你亿万你会在节目中公开吗？哦，当然不会啊。嗯嗯，亿万我应该要公开吗？做一个大的嘛，就是我应该告诉大家，从来没有人要跳出来大声嚷嚷我亿万富翁、哦。你可以当第一个跳出来大声嚷嚷的。我不要，我老祖宗的智慧，我谁？亿万富翁，财不露白。你觉得，当你好了，不要讲你亿万富翁，你就说，哎、欸，我中了乐透，有一笔就是很多的钱。照你的交友圈，你觉得会有很多人来跟你借钱吗？嗯，我觉得这就是人性最可怕的地方。嗯，会。绝对！就平常明明就已经没有那么想跟你亲近了、啊，然后你脸又那么臭，个性又那么糟，会，就是会，硬着头皮也要借一把。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钱的诱因还是很大啊，哦，对啊，然后人的羞耻心的确也都很低啊，嗯，他们不觉得我跟你很久没联络，或是我跟你不熟，或是干嘛，反正问问有机会。对啊，有问有机会，我知道你中了以后干嘛，你这么多钱不分哦，嗯啊，小心我对你不利哦，哦、啊。好快哦！而且啊，就是像这种说哦，我中奖啦！下面你现在看网络，其实很容易可以看到大家的反应嘛。就是对于观察人性这件事情，是更简单的一件事情。最多会看到什么呢？恭喜！除了恭喜之外，就是分我。哦，请客、啊，请客，嗯，对啊，就是这样啊。你看到你的这个同事朋友尾牙刚过嘛，嗯，然后大家抽到奖以后，星巴克，对啊，嗯，大家也都是讲这个东西啊，分红，请客。
One of a Kind。0223639955 2363-9955。今天五四三，你想要跟我们说些什么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哟。你好，你好，你是马克玛丽好，你好，我是青年叫千峰。哦，你好，嗨嗨嗨，连续两天生日快乐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因为我刚好人在那个日式的料理餐厅，寿司的那种。然后想问说，你们到一般那种寿司店，就类似真鲜那种，就像我来自一家一盘40块的，你们会怎么点你们喜欢的日式料理？哇，你很喜欢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吃东西，是不是？先后顺序很重要，是不是？5-4-3一下。什么？你在哭啦这种吗？我不会念这个字。还是一个字的。一个字。哎，对对对，哈马说，哈马。哈马吃什么？我好像很爱，我好像都会点一些炙烧系列来吃。好，马上点。太容易。有，因为我现在在点餐中。哦。哈马苏喜炙烧。可是我没有吃过哈马炙烧。我没有吃过哦。我大哥，我没有吃过哦。我知道，要很重要，要强调两次。是的，希望你吃个快乐。智商应该是不会太累啊。智商还要累的话，这件真的是在心里要给他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嗯，就是因为智商怎么会出错呢？你有吃过哈马吗？有啊。那你有印象你吃的什么吗？我一直没有讲话。哦，那我糟糕了。好，那我就糟糕了。他说了糟糕了，你有听到吗？希望你吃错地方了，吃的开心哦。好了，拜拜，拜拜。其实我觉得回转寿司有一个，哇，我今天字一直黏在一起。回转寿司有一个好处，嗯，就是你不要一次叫很多嘛，嗯，叫几盘，然后发现苗头不对，对啊，你可以很快就离开啊，你的荷包是可以减少损失的，嗯，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系列不行。哦，你想要吃吃看其他的、哦？那个系列，它鲑鱼不行，那尾鱼呢？尾鱼不行，那炙烧呢？炙烧也不行，那这样就是三盘嘛。手卷呢？手卷也不行。四盘嘛。那这个炸物看看，就是炸物也要。有一些会有那个卡拉啊，就是唐扬鸡啊。这那你就是尝试心就太多了。然后还会想试试看甜点。哭啦寿司的。豆乳甜甜圈，很甜，很好吃哎！它那个甜甜圈是刚炸出来的，就其实就是像双胞胎，只帮你切一块一块，然后刚炸好的双胞胎，然后下面那个蜂蜜是不用钱嘛，其实有点略加太多，然后再配上那个双麒麟。对于那种没有办法拒绝别人的人，是不能去吃回转寿司的，因为他就觉得啊，一直来，一直来，我没有办法跟他说不啊，我就只好一直拿，一直拿。02-2363-9955，嗨，你好。你好，你好，你是？我是宜兰姑姑。姑姑你好，你好。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因为我最近在做那个自己的 Instagram 的一个粉丝专页，然后我很好奇的是，就是如果要从零开始的话，一开始需要做什么？因为我最近有在投广，可是成效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你有内容了吗？有，我内容是在讲一个比较心灵深处的一个。笑话有点是在讲忧郁症，心灵深处的笑话。心灵深处，对啊，心灵深处的笑话，然后再讲忧郁症。对，我是用插画的方式去呈现这个 inside joke 这样。你是不是现在想要看他的 IG？ 不是，因为首先呢、啊，当你的东西没有办法用一句话让人家明白的时候，它是很难获得大众的共鸣嘛？对啊。哦，对啊，就你一开始的主题选了一个比较难跟大家搭起桥梁的主题，那你可能就要有心理准备，不是有很多人会想要追跟看你的东西。对啊，懂，理解。那不如你都已经讲了，我们就你就讲讲你的 IG， 我现在就看看好吗？好，我的 IG 是那个 INJOHINT。
其实我只是把心里面的一些黑暗的东西用一些幽默方式把它讲出来，叫做 sing joke 啊。对对 ，OK， 然后是插画，对，这个很赞啊，就是看版面就觉得很赞啊。嗯，哦，谢谢谢谢，感谢。嗯，对啊，我你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其实我的表达能力没有到很好，所以我就是用画面去把那种方式诉说出来啊。反正就是插画，然后画一些生活上面的，也不算暗黑啊，就是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可是用幽默趣味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嗯，对对对对，所以我也不知道说这种方式要怎么去进。其实我只是想要去把一些不好的东西用幽默的东西把它再诠释一次而已。嗯，对，这个很赞啊。但我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推广出去啊。对对对对 对, 對，嗯，我想要让更多人知道，就是其实生活上面的黑暗你是可以用正向的东西去面对它的。嗯，对，让我想想。好。这个如果单单只靠 IG 平台的话，好像需要靠这个账号去跟其他账号做一些互动。哦，你说借由别的账号认识他吗？对，就是譬如说你有没有你其他的插画朋友，然后或者是你其他认识他们有他们粉丝群的朋友愿意 tag 你，然后在他们的限动推你的东西，嗯，然后或是让你的你的话，比如说今天你打电话进来这件事情，也是很棒的推广方式之一。嗯，如果在 IG 上面的话，你就是要找插画家朋友或是其他有影响力的朋友去推你的东西。那如果是其他平台的话，你就是尽可能看你可以 reach 到多少平台，然后去让那个平台人愿意推你的东西。OK， 好，应该最简单的方式是这样吧。好，谢谢你。其实我今天打进来也是在推广的，是的。好，感谢你们，希望你一切顺利。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怎么样？还有谁需要哥哥妹妹有意思版位的？来打电话进来。你是电商人夫啊，花一块钱电话钱就可以了，哇，赚烂了！这个蛮值回票价的，哎，真是赚烂了。嗯。
耳机放着 Shell Sleep， 老师说我没在听，转身拼命做笔记，数学题我 carry， 答案520，被抓包罚拖地。跑大的接力，为了成为全能杀 MVP， 福利是买你最喜欢吃的牛奶糖巧克力，加一丁丁，不止更新，青春的选择题，熬夜梦想好成绩，初恋拼了理想，靠近找知己，我的心跟着你，总是不在教室里，黑板上每个字变成你的眼睛，课本里的图片都变立体，夜的回忆循环播放，夜清晨的声音，我将全部属于你，多希望能够永远不分离。十分钟，十分钟，再给我十分钟，我好像在做吹点闪天的风，来自达利那头，光亮的故事很感动，就懂着听妈妈的话，珍惜所有。真真假的浪漫，青春的甜美负担，图书馆偷看你无名小站，镜子里照的。背着书包留下记号，未来会如何还是个未知符号，再打勾勾，说到做到，提醒对方嘲笑，平庸也好，不一定要名声大噪。夜的回忆循环播放，呀，清晨的声音，当当当当。十分钟的恋爱，虽然有一点短暂，你的笑填满我心中所有。感情，我将全部属于你，多希望能够永远不分离。冰雪黄泉与你许，再次咱们的快哭，特别像旋律是主，日记慢慢的在乎，一千个讯息 ，just for you。十分钟的恋爱，虽然有一点短暂，你的笑填满我心中所有的遗憾。下课。十分钟的感情。